吉隆乡农会提早庆祝母亲节，特别举办了一个联谊活动，700外的家政班员结合作伙，气氛相当的热闹。每年的母亲节吼，我拢会办一个较不一样的联谊活动哈。最主要，我的目的是讲，我的家政班员的妈妈吼，希望因呢时代不一样啊吼，啊，就是讲咱即马足多元的啊。无像过去吼，遐单纯啊，所以希望咱的家政班的妈妈吼，因会安尼，佫较有智慧来解决因生活的问题。咱伫所有班员即合作伙，大家也将平常时恁的才艺做一摆展出来，精彩舞蹈表演，好大咖的掌声不断。年岁上大的班员已经85岁，也对大家来跳舞。跟我邻居来表演节目。啊，他每年都有办啊。去年我好像我跟我婆婆来，我跟他们这个联谊活动不错。那我们母亲节有一个值得有一个发表我们的才能也不错啊。这次的联谊活动上个特别的是邀请大家新妇甲母仔囝做伙来合唱，现场甚至有姑孙仔也是同侪啊做伙合唱，让大家趁着这个机会联系感情。啊，中间节目呢，值得一提就是讲，啊，互因保持啊咧好差，啊，最主要呢，要互因感情联系，真济呢，啊，这个啊，大家啊，甲新妇呢，讲无话，啊，要阁互好差呢，机会真少，所以讲呢，阮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吼、哦，互这乡来啊办这个好差，就是要互这个啊大家啊甲新妇来感情联系。农会的家政班员平常时拢爱无用厝内工课，咱得有这个机会，予一挂妇女会当联系感情，做伙欢唱，相当的快乐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